你也过，别找麻烦。为什么两个已经忘了前尘往事的人，他们还可以在一起？最好别忘了自己是时间使者的身份，跟某些人的相处不能越界。我决定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定为夏曦。只要叶总肯帮忙，人才和技术都不是问题。叶总，我觉得你态度有问题。我说过了，他不配。你知不知道找工作有多难啊？我就是就事论事儿，讲讲道理好不好？